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，净空于2010年清明起讲净土大经课注，2011年9月18圆满法行一门深入，专修专悟，决定放下万缘，一心求生净土，做弥陀第一弟子，总保大恩。2011年9月21日，再次宣讲转弘转念，于2012年10月21日圆满。同一天接着讲第三遍转弘经注深入教理，2014年3月8日圆满。3月9日第四次宣讲效法贤公长老，重在修行落实经教，于2017年11月4日圆满。2018年1月19日第五次宣讲深信皆行求往生，戒淫具足的三资粮，以这个为对象，大家都很年轻，希望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，健康长寿。我跟你们想法看法不一样，年岁大了，大了怎么样？生老病死苦啊，劳苦啊。最明显的阴身远远不如过去啊，去年还不觉得啊，觉得不明显，今年就非常明显，说话多了感到累啊。今天上午客人很多，来了10几位，都是南部各学校的教授，对于汉学非常热心。听说我来了，大家来看看，我说话多了一点，大概也讲了1个多小时。哦，把这一堂课忘记了，我以为今天没有课可以休息一下，所以特别感觉到累。
啊，这就是为什么年岁大了，他并不希望常住世间，他希望早一点到极乐世界。那我们这一次学习大经，在一起研究讨论，目标呢，就是像我这样的年岁老年人，怎么样在这一生当中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放下万缘，希望佛来接引，早一点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有愿在极乐世界成就之后，尘缘再来。啊，具足历代祖师的条件就可以来了，来去自由，往返随意也。啊，只是这一次的心情跟前面不一样了。啊，我们抓到重点，经文文字的解释前面讲过四次，都留着有录像啊，还有的也有写成书，都可以做参考。重点我们讨论咱们用什么方式在这一生不空过啊，我相信60以上的老人非常希望有这样的课程啊，增长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信心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还看138页倒数第二行啊，这个卦符三，从这里看起啊，我们只看经文，学习还是离不开祖师大德啊。我们把这一遍念念，本经持名念佛法门，持名念佛法门，要记住，我们这一生学佛，学什么法门？持名念佛法门，要清楚。为什么要学这个法门？下面说得很好，这个法门圆满直接，这四个字很重要啊。我们学佛总希望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能够掌握住，我相信每个学佛的年轻同学都有这种意念，希望自己能达到佛门的通家。这个愿心是好的，是善的，应该受到鼓励啊！但是今天的环境跟我们古时候祖师大德那个时候的处境来比较，
他们的环境好，我们没有这个条件，没有这个环境。我说到这个地方感到很痛心，但是是事实。佛法在中国随着大清帝国亡国了，佛教也就衰微了，这是事实现象，大家都知道。那么掌握释迦牟尼佛49年圆满的圣教，就是圆满。就是直接。啊，直接是经宗。经宗也是圆满。为什么？帮助你一生成佛。当生成就的佛法，这是圆满之际，方便就近。啊，祖师大德教给我们，我们只要抓住戒定慧三学，就能成就。千万不要疏忽戒律，要非常重视戒律，懂得戒律的精神、戒律的承传、戒律的受持啊，戒律帮助我们往生净土。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法，这个诸位要记住。这个法门是一朝之如，最极圆顿，圆教、顿教、圆道最深，顿道最深，就是这一部经，就是这个法门。啊，以弥陀一乘愿海。六字洪名，只究竟果觉，作我众生之因现。啊，以果为因，因果同时，从果起修，即修即果，现作心事，不可思议。我们非常感谢黄念祖老居士，注解是他写的。这是末法，我们能够接到的最后的一位大善知识。啊，这样的善知识现在有没有呢？我没听说。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了？我们不好学，不肯学，不想学，所以佛菩萨就不来了。啊，来的是六道的凡夫俗子。戒行都有限，我们这个时代啊，近代这个10年，我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还有一些老和尚修得不错，值得我们尊敬。啊，
这些老和尚都走了，老居士也不在了，现在学佛很苦啊，找不到老师，没有榜样。怎么办？好在经教还在世间，如果再过若干年没人印经，没有人学教，会不会有这一天？会有。我们能够相信，佛法真正进入末法时代了。我们这是一件刚刚入末法啊，末法的风气很浓厚，一定要提高警觉，还是要从持戒入门，80年代，我在美国，许多大城市讲经，提出五科，戒学五个科目。希望大家戒律太多也没人传了，大家都疏忽了啊，至少我们要找到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成就的最简单的戒律，又好又容易记，时时刻刻念住啊，不能毁犯。所以在旧金山成立了美国行政学会，我写了个缘起，缘起里面就提到戒学五课一定要学的。第一啊，这五课，第一敬业三福，只要沾进佛的边学佛，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一派，这是根本大戒啊。对敬业就是念佛法门啊，念佛法嘛，就选着这三福啊，这三条。三福第一个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四句。诸位要知道，这是根。我们今天戒律学不好，什么原因？这个根没有，啊，根从哪里看？前头两句，孝养父母，我们做到了没有？奉事师长，尊师重道，做到了没有？没做到啊。这两句没做到，人格就不存在了啊！人格们做人呢，做人的资格就没有了。人懂得孝亲，懂得尊师，
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古圣人先贤，在典籍里都记载的，特别是传记啊，你仔细去读诵，都是孝亲尊师。孝亲尊师没了，不能怪我们的父母没教给我们，啊，因为我们生在这是战乱的年代，民国成立之后，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，社会动乱不安，人们居无定所，我在国内抗战时期走了十个省，每一个地方住个半年顶多一年就又要离开了啊，所以榜样不容易啊。我们父母还好还在，只是逢年过节家人有个祭祖的仪式，不忘祖先，那个时候还给祖先烧一点纸钱，这都是孝心啊。对老师父母教导我们尊师重道，我们所学的一点东西根底是在这个年代里头学的，而这个年代疏忽了做父母的，疏忽了教儿女的很多，我们小朋友知道啊，啊，我的父母教我还比较严格，别人的父母放宽松，这是与传统文化有关系啊。父母亲读过一点同盟养正的书籍，还做出一点样子给我们看，但是那很幸运的，绝大多数都没有了，都不提了，好像教孩子的事情是老师的事情啊，父母没有这个责任。我们今天明白了，父母比老师更重要啊，父母能够把孝顺父母做出来，尊师重道做出来，孩子的心不一样，孝敬是这样培养出来的。啊，然后第二条啊，底下还有一句是善业道，养慈悲心，不伤害一切众生，修持善业，这是修福最低的限度，舍善，身口意善，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是说的要做到，
要常常检测自己。啊，口业最容易造的，所以口业有四条：不妄语、不粮食，粮食是挑拨是非，无论是有意无意的都不可以。啊，不恶口，恶口是说脏话。要做到意业不贪不嗔不痴是善业，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记住检点，有没有悔犯，你只一回头一反省，有啊，有这么多的障碍，所以我们这句佛号念佛有口无心，跟佛法祖祖相传的不相应，别人能相应有十善业道的基础，我们不相应，我们把十善业道丢掉了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这第一条三分第一条啊，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中介不犯威仪啊，三规学佛入门拜师求师给我们做三规仪给我们受戒啊，这就强调要把三规五戒十善落实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最后劝我们向上提升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全净心者，这叫自行化他，不能忘记啊，这就真应学佛了。自己如果没有做到，劝别人做很困难，自己做到了，做出榜样给别人看，人家纵然不能真认真学习，他佩服你，他看你真干啊，对他会产生影响。三福佛在观无量寿经上讲的，这是经上说的，这是佛传给我们的，我们从这里扎根，把孝敬这两个字修出来，事出世间法大根大本就这两个字，具足这两个字这个条件，学世间法学佛法都有成就，肯定有成就。那成就多大问自己，不要问别人。这是
根之根，啊，那么第二颗六合金非常重要，生活在这个世界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不能离开群众，我们讲不能离开大众，跟大众相处应该修什么？六合。中国人常讲和为贵，决定不能疏忽。和用什么心去学？用尽，用忍，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有敬意啊，对事的敬是认真负责，尽心尽力把它做好啊，六合。第一个，见货同解，对一切人事物的看法，包括想法，我们要相同。同的标准是什么？佛菩萨。啊，像前面讲的敬业三福，就是见货同解，见货同修，见货同解比见货同修更重要，所以它是基础，有这个基础才能讲戒啊，戒律就是我们这几颗就行，不要啊，能够把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这个根扎下去就好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有份啊，无戒十善没有，往生很难的、啊，那是往生的大障碍，不能不知道。身同住，口无增，意同悦，还有个利，利火同菌。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，啊，下面第三颗三学，三学就是戒定慧，戒是手段，啊，定是基础，定从哪来的？定从慧来的。所以研究经教能不能开智慧，有定功就开智慧，没有定功不开智慧。所以学习经教也是修定啊！我跟李老师十年，学经教的定是什么？
一门深入，老师教我们，您看注解只能看一种，看多了，每个人说法不一样，你的心就乱了，杂了，定会得不到了。一门深入，至少主修的参考资料要一门，一门里面有一些地方很晦涩，不能理解，找别的本子做参考，只看那几句可以帮助你断一身心。这三学是佛法的总原则，在家、出家、小乘、大乘，包括密宗，在家、出家都离不开三学，下面六度。度谁？度自己。要认真学。学布施。布施是度贪嗔的。布施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都要懂得，要认真做，尽心尽力的去做，有果报。张家大师教过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，无为是不杀生。长寿怎么修的？不杀生、素食、爱护一切动物，包括花草树木，有情无情，平等的爱护。养慈悲心呢，实在讲也是大福报啊！财布施的财富，财富无论出家在家，少不了。从哪里来？今天世间人拥有的财富，可以说几乎全部都是前生所修的福，这一生的果报啊，大富大贵，从这来。这一生是修，这一生得受用。在古时候，读书人穷秀才，他懂得。出家人懂得。老师一定教过你。学佛的人得到财富干什么？弘扬佛法需要财富。在这个世间要度化众生，
没有财富，缘不足，所以要修财布施，要修法布施，要修无畏布施，三种理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落实在生活当中。遇到缘就做，没有缘也不必去找，缘就是人家机会。啊，真正发大心，佛菩萨给你做增上缘，你方便了。啊，三种布施真的越施越多，你的信心就增长了。这三种布施，我在年轻的时候都没有，什么时候学的？出家之后跟张家大师学的，那个时候财布施、法布施讲经教学这没有问题啊，财布施要用钱，我没有啊。老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，一块钱有没有，我说这个可以，你就从一毛一块下手。常常把布施这个念头放在心上，不要忘掉，有机会不要错过，真管用。啊，往后大概半年半年看，就看到你很清楚。对于身教经典上教诲不再怀疑了，有信心。六度第二个持戒前面讲过了，第三个忍辱，忍辱能保持你所修习的功德不至于流失，所以布施持戒能成就功德，忍辱能够保持功德，不再失去，不能不修。不修不能忍啊，修习不少功德，一发脾气完了，全报销了。修习不容易啊，回去很容易，心里一不高兴，没有发作，也受了大的损伤，所以这个要忍。啊，最好能够跟那些忍辱的人在一起，亲眼看到那些人遇到恶的环境，遇到的不善的人啊，蛮横不讲理，
他能够跟他善于相处，这是我们要学的，而且非学不可啊！不学，灾难很多，逆缘很多，你没办法成就。所以不能没有忍辱的功夫，忍辱能成就你的一切善法，能帮助你远离一切恶法，功德不可思议啊。下面禅定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般若是智慧，大乘法修行目的就在开智慧，所以小悟、大悟、大彻大悟啊，小悟功夫得力了，大悟证阿罗汉。四国四相啊，大彻大悟菩萨了，这是学佛向上提升的层次。幕后第五个，我们无课第五个，普贤誓愿。我们学大乘，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普贤菩萨在华严经最后五十三章，十大愿王倒归极乐，所以他是经中第一代的祖师，我们要认清楚。那么他的十大愿望就很重要了，应当要学。第一个，离心诸佛，第二，称赞如来。你看看这两样摆在最前，提起普贤菩萨，你就想到孝养父母、奉师师长，是离境如来啊，诸佛。啊，称赞。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赞声。古大的教给我，兴旺从哪里？互相赞叹，互敬。我敬大众，大众敬我，一团和气。这个道场，这个行业决定兴旺。如果这个团体不管大小，彼此都像冤家对头一样，没有赞叹，只有回报，这个机构、这个团体，我们就要心里想着早一点离开。好，那是真正聪明有智慧，
事出事法里头，我们选择道场，修行道场，用什么标准？用和。这个道场和睦，我愿意住；这个道场不和，早一点离开。第三，广修供养，三种供养：财供养、法供养、无为供养。无为供养是保护他，他遇到麻烦、遇到障碍了、有困难，需要人帮助，这是有无为。前面说过，财供养得财富，法供养得聪明智慧，讲经教学是法供养。帮助别人提升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都是属于法供养。法供养的功德超过财供养。要修啊，我们自己道业没成就，善行也没成就，我们如何修法供养？印经好，现在的印刷书法的啊，包括做光碟、音响，让人有机会听经，有机会看经，有机会读诵，比起三四十年以前，三十年以前没有这么顺利，障缘很多，现在是顺利了。特别是电视，如果有这个能力，在电视里头买个时段，你喜欢哪个经论，在这个时段里头就播讲，看的人越多，学的人越多，你功德越大。在大陆，黄念祖老居士留下来的东西不少啊。在台湾，像李老师留下来的都很丰富。我们自己有能力，有善巧，应当把它发扬光大，介绍给社会大众。法供养胜过财供养啊！财供养过年过节大家才会聚餐团拜，这是形式啊，形式里头再加上佛法的内容啊，念佛念个十分钟，念个一刻钟，再散会，法供养。啊，无为供养，有人建道场，做这些慈善事业，他有障碍，我们能够帮助他解决，这是无为供养。普贤前面第五愿忏悔业障，自己
知道自己造罪业，一定要懂得忏悔。啊，我是在最近遇到一位同修，在世的时候造下很大的重罪，堕地狱，我们帮助不上，只有讲经回向，在佛像面前给你供个牌位。最重要的是他真正忏悔，知道错了，改过自新。他还算不错啊，告诉我学佛不是这一生，多生多世就学佛啊，修得不好，所以到这一生还遇到这个难，这种难，求我帮助他。那我们用我们道场讲经的功德给他回向，他自己也真正回头，很难的。他往生极乐世界，那我们非常欢喜啊，希望他在极乐世界成佛成菩萨，再到这个世间来普度众生，不会再有过失。啊，真正要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情，真正忏悔行，不是不行。啊，后面随喜功德，勤转法轮，请佛住世，常随佛学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留着下一堂课来学习。啊，这些都是非常殊胜的修行方法，我们要应当学习。谢谢大家。